放下了。油菜菜不是好吗？油菜菜呢？都不该弄麻辣的，麻炒鱼啊那些都是清蒸的，都没该弄麻辣鱼。老师说要把吃辣了，拉肚子啊那些，说影响高考。只说了一句，他还能站住喽。我说没啥子的噻，我说我在肯定加上串鱼啊那些，我说要的嘞。家长再将这个孩子送到考场以后，尽量的及时离开啊，以保证考场良好的秩序啊，使考场的考试不受打扰，同时以避免发生一些意外。Thank you.